你好好干。所谓富贵险中求。大把钱。跑什么呀？往哪跑呀？啊？劫财还是劫色？我三年没工作，我没有钱。没钱。口罩给你。我不要，我你看不起谁呀？丝袜给你。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。给你，不要不要，不缺钱啊，不缺钱。啊？那你是要？不行。不是大姐，我说大姐给一个好评，给个好评。不管谁叫大姐呢？你多大呀？我00后呀。哎呦我的妈！是叫大姐吗？00后啊。啊。你好，外卖。好的。可以吗？嗯。什么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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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一个人。问你们个问题，如果地球持续升温到1000多度，到哪里能活下来？躲南极跟北极吧。你傻的，南极北极还有1000多度还有啊。那就拿个氧气瓶躲水里，毕竟水烧开了才100多度。100多度都把你烧死了。那你觉得躲哪里合适啊？躲他心里吧，毕竟他的心无论。Hello。可惜你没有钱，不然的话就嫁给你了。可惜你也没钱，你要是有钱我一定娶你。那你好好赚钱。你也要好好赚钱。像我们这种30多岁的女人啊，早都过了小女孩的年纪了，我们不会搞欲擒故纵的那一套，喜欢就要，想要就做，给就接着，不给拉倒，反正这辈子就活腻了，爱咋咋地吧。让你爸帮我贷下款。为什么呀？你看啊，你妈说这20万彩礼就是放她那保管一下，对吧？对呀。是不是过2年就还给我们？是。那不就对了？你看我问你爸借20万，交给你妈保管一下，过2年你妈还给我们，我们再还给你爸，都是自己人，出不了问题的，放心吧。哦，那我给我爸打电话。嗯。哎呦，真可爱，多大了？3岁。让摸不？可以啊。怎么都行，不咬人吧？这个不会，它没有攻击性啊。那行。拜拜。我跟你说，北京现在60万剩女，上海200万剩女，现在都嫁不出去了。那又怎样？那怎样？你不着急啊？我还好呀。你还好？你现在多少岁了？你看你妈30-40岁了，还不着急。我跟你说，你送到我这么好的，你谢天谢地，赶紧成了得了，好吧？你再相亲，你下一个你好不到哪里去。你好，我是你家邻居啊，我家没酱油了，能不能借瓶酱油啊？磨磨唧唧，一点都不闷，不借。你等会等会。炸！酱油拿过来。好。还要啥不？那个我懒得做饭了，你去我家给我做饭去。啊？啊什么啊？听不见啊？做饭去。有人。快点啊！刚才我老妹儿竟然说，谁敢亲她脚一口，她给她100块钱。一天有病吧？那我一个当哥的，我能干这事吗？我还没她要钱呢。美女，美女，我可以要一下你的丝袜，不，微信吗？好坏啊！啊，对不起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啊！重来，重来。美女，美女，我可以要一下你的微信吗？滚一边去，臭屌丝！你这是不是有个螺丝没拧？哪里有螺丝没拧？哪里、啊？干嘛呀？谈恋爱嘛，如果不拆你身子，那还谈个锤子啊？啊，那还不如拜把子呢。晚上约一下，陪大哥吃个饭。记得穿黑丝。老公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啊、嗯。你要好好回答。啊、嗯。假如你有500，你前任找你借300，我找你借100，你还剩多少钱？
我没有前任。我说有就有。啊，那我会给你496，剩下4块钱我买2个钢丝球跪在上面好好反省一下，我为什么会有前任。好了，开车。你好，我是你楼下的邻居。啊，邻居你好。哎，我们家户型跟你们家一模一样哎。啊，看装修是吧？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好啊。美女一个人装修是吧？没有，我跟我老公一起，他去买瓷砖了。哦，结婚了。啊，对。你们当时这个房子地砖花了多少块？啊，我买了时候买了500块吧。哦，那我也买500块。行啊。嗯。谢谢你啊，邻居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楼下的你还记得不？啊，邻居嘛，记得。啊，就是，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两个人家的户型，我们俩都是一样的哦。嗯。然后我那个买了500块，还剩了200多块。啊，我也剩200块，一样的。啊。你也剩200多块。对啊。啊。你也剩两百，那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你怎么？你问我买多少块，我是买了500块，我也是200，怎么了嘛？你有老公，有老公了不起？请看，有老公的人不要去我家啊！拜拜。哎呦，你这个外面有工地，这么吵。这个隔音很好的。那也很吵哎，那而且你这个房间，说实话，这才多大？这就。5个平方吧，不止吧。你这5个平方2500，1个平方500块，太贵了呀。吵死了，吵死了，受不了，关上吧。这个能不能少一点？最多给你少50。少50，2450。对。你这是，那还聊什么嘛？而且你这厕所都没有，你那个房间还有厕所。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这个几室几厅的？这一室两厅、啊。一室两厅，我说你一共这个房子几室几厅？一室4厅。一室四厅，4室1厅是吧？对。啊，4室1厅。4室1厅，我一个房间2500，我这个还没厕所，你这个有厕所的，那你这个多少钱呢？我这一共7000，要么我睡这个房间。你睡这个房间。对，然后跟我一个房间是不是？跟我一个房间那可以，那可以2500成交。我说的是7000块钱，我出2500，你出4500，你就可以睡这个房间。哼，这样，那我行吧，我考虑考虑吧。哎，你这是真够自恋的，你这个沙发啊，我就没见过这么自恋的人。啊，美女是吧？那你有没有想？我考虑考虑吧，钱都不是问题，主要是这个房间有点小，对吧？钱都是小问题。哎，啊，我给你这个吧。什么？感冒药？我刚看你抽烟的时候，左边鼻孔没有冒烟。啊，谢谢啊。嗯，没事。行，那挺细心的。行，我考虑一下啊，考虑一下。拜拜。